府团队虚耗了三年无所事事，三年1095天，天方夜谭也才1001夜。可是啊，双子星案，你的虚耗不作为比天方夜谭还离谱耶。台北市议员王世坚20号在市议会质询时再度长篇大论，痛骂市长柯文哲。不是啊，古时候是50步笑100步，你现在是1000天笑100天啊。你虚耗1000天不作业，然后怪罪中央政府100天认真审查，叫做叫做耽误国家重大投资。可是啊，你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，你辱骂民进党执政，还扯上民进党总统初选，你自己也要参选总统啊，你这是假公济私，故意乱扯乱骂民进党中央执政，来颠高你要参选的正当性。请问啊，你这样是有格调吗？王世坚慷慨激昂连环骂，让柯市长在质询时间到了后终于忍不住不吃声不吃声不吃声。当时王世坚已经走下台，因此并没有听到。事后王世坚听到记者转述后再度开骂，更不晓得啊，他就脆嘴讲这个话，我不这样，我骂你柯文哲输了，我就当面正式开始卖功的时候骂，我骂你厚颜无耻，我就是当着面骂。王柯不对盘由来已久，这次再度为双子星案杠上，看来两人之间的梁子是越结越多了。不吃不吃不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